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，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。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和有黑人的洛杉矶。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惊奇，一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，还有云南的大理，保留着回忆，这样才有意义。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，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。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和有黑人的洛杉矶。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惊奇，一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，还有云南的大理，保留着回忆，这样才有意义。还有云南的大理，保留着回忆，这样才有意义。